家老街啊，留港消費啊，今日冇上去啊。啊，五一黃金週啊，睇下香港嘅市道啊，未咁凄慘啊嚇。嗱，依家五點幾，星期二啊，女人街啊。啊，睇下啲人流點樣啊，咩情況啊？依家放工時間啊，應該係。遊客都有翻啲喎，好似啊都幾多，幾多內地客啊？好多大陸年輕人啊，好似香港人北上咁樣啊，即日來回啊！年輕人啊，租酒店就吃力啲啦，應該。啊，行出外圍望一望先。今日睇下。那里又是哪里啊？没有一点用处。啊，全部都是内地来的。餐廳咪一樣嘅老餐椅，死唔曬嘅，放心。準備開張啊，康寶啊！啊，全部內地年輕人。玩法唔同咗。玩法唔同曬啊！唔係以前嗰啲落嚟買藥、買驅風油嗰扎，唔係嗰扎啊！呢個識打卡啊，揾呢啲香港依家呢啲先係景點啊嘛！呢啲攞嚟 selfie 啊，好有特色啊！黃埔專家啊，呢啲咪有特色咯、啊！啊！打卡一流啊！雞蛋仔啊，龍津啊，感受下啲氣氛先。啊！八公。全部年輕人，所以啲小賣店啊，哇！啊，過去波鞋街嗰度行一行，啊，歐美遊客都有啊，一樣有啊。輕輕打個圈啦、啊！上兩個禮拜上去拍片拍得行個頭啊，好攰啊！聽日分分鐘上去鬆一鬆骨先，推一推油揾下師傅。哇！商場我未行過上去喎，椰子水嗰個品牌，原來呢個品牌。打波下街都唔係好旺嘅咋，
陣係全部年輕人。哦、年輕人又唔係話佢消費力唔係唔夠高，一樣有啲消費得起嘅。山東街，我行翻出去呢度山東街，去翻西洋菜街嗰邊。啊！呢啲鋪養老鼠都唔租出去噶，始終有個價值喺度啊嘛，嚇！嚇！掃街啊，食嘢嗰啲啊，實多人啊！緊要搭高鐵啦，廣州。而家呢条街我估计啊，七成系内地人啊！哇，啲人流都唔弱啊！哇，咁浪漫啊！以前呢啲铺系一早租咗出去噶。那就是干净。五六点钟嚟拍啊，佢啱啱好啊，又唔会太黑，又有啲灯光，唔错啊！即刻支持一下先，咪又执埋又唔掂啦。游街，好行翻出嚟，跟住過去銀行中心。全部國語人，掂啊啦，翻曬嚟啊！去翻利津道，由銀行中心過對面馬路啊，揾嘢食啊，肚餓啊，我都唔知道有啲咩好食啊。香港啊，多數自己煮啊，兩餸飯嘅啫。旺丁不旺財啊，唔住酒店都好大鑊啊！要過夜先有料到噶嘛？啊，金價好貴啊，唔係好多人嘅啫。金鋪有炮谷送啊，唔怪咁好生意啊！銀行中心，呢度啊最旺啊！再攞豪方行下，影人流啊，唔需要講咁多嘢啊。
有老有嫩啊！啊，香港有样有平嘢食啊！长者优惠88折，中午有，中午中午都有，哦、中午有，夜晚冇，抵食啊！夜晚就冇，中午就有。非常暢旺啊，人流非常暢旺啊！富兰街柳豪坊，唞唞气先。哇！呢架高车，柳豪坊啊，唔行入去噶啦，喺门口立下算噶啦，影人流啊嘛。人流啊，喺街度嘅。你拍他干嘛呀？你要从这里过去，你才拍啊。太多人啊，唔控入去啊。我去搵嘢食。啊，出翻嚟亚皆老街。整体今日嘅人流啊，旺丁不旺财啊，唔过夜就搞唔掂啊。啊！個個嚟影相啊，打卡㗎咋？唔係嚟掃貨嗰只啊！啊！唔係十年前拉曬夾落嚟執嘢嗰只啊！好似唔使錢咁啊！依家唔同㗎。喂，我去深水埗揾嘢食啊！深水埗站 A 出口。今天去那間餐廳是輝記啊，在香港吃飯就多了去這間的了，靠得住啊嘛。往南昌街方向，出到南昌街過對面馬路去基隆街，出到南昌街過對面馬路，走到兩個街口啊，基隆街过马路第一个街口就是基隆街啊！呢间餐厅就有啲一人套餐啦、啊、晚餐啊，佢个干炒牛河都几好食噶。夜晚我就冇落过嚟食噶啦，今日第一次。下到啊，辉记啊，睇多唔多人先？啊，今日咩？70蚊啦，晚餐。5月2日啊，有蒸鱼啊，京都猪扒、霸王鸡、四季豆虾干炒咸肉。唔不想消费，我都系晏昼都来呢度食噶。四季豆虾干炒咸肉啊，试下。啊，呢度仲有啲晚饭小菜啊，8:30后有打边炉啊。啊，3-4人套餐都有啊。啊，有兴趣啊，自己落嚟望下。晏昼下午茶都好抵食啊！啊 ，A 餐65，冻饮加5蚊，青红萝卜汤啊。啊，四季豆虾干炒咸肉啊，啱啊。啊，唔少啊 ，OK 嘅。啊，唉，肚饿，食嘢。咸肉都唔少啊，四季豆有惊喜啊！唔會硬刮刮，我最驚硬刮刮雜雜聲嗰只噶啦，蝦乾野味，鹹肉嘅份量十足 ，OK 啊，炒得好，哇，炒曬，埋單走人啊，70蚊今日個餐。